再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就是那个现在这个国民党认为啊，这民党只要遇到司法的案件哦，然后初一十五态度不一样，而且好像觉得说民党好像只要这个都不会贪污啊，都不会有问题啊，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国民党继续在炒作这些议题哦，反而显现出来这整体的社会对国民党主政之下的司法的不信赖哈。那国民党真的要自己的反躬自省，说这个司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人民这么的不信赖他？那这个我们要让司法回归司法哈，政治不要去干预这个司法的运作。我们再一次的欢迎咱民主进步党，咱的蔡英文主席来中央，这里的中央再次给他欢迎一下哈，谢谢。